我没有承认过，我们是好朋友了，认识已经一年多了。我是有认识哦，班长要看你多想，班长都很崩溃啊，所以你回答的很差的样子。救我啊你们，他们根本不想救啊。我今天我觉得好像蛮好的。对啊，我蛮喜欢这种尴尬的吗？很舒服。所以如果在台湾有对象，会给家人认识吗？可以啊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不如就母亲节的这封电话。我有找到老婆。他们有说希望你交日本的当地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他爸妈都很尊重我的想法。他爸妈？我爸妈。哦。这不关我们的事了吗？对啊，对啊。我爸妈很尊重我，所以不管嫁娶，娶日本人，日本人还是娶台湾人都不会怎么样的。对对对，感觉都娶不上。好了，谢谢你们。那现任女朋友爸妈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没看过，没看过啊，因为我没有嘛，因为没有，所以当然不知道啊。对对，夏天来了，很热，很热啊，很热很热。然后呢，还要介绍一个，没有认识的好人。对啊，我有一个很爱健身的，日本的朋友，但是他跟我一样年纪，但是已经出国了。我把中国变成单人很好啊，就没女朋友好几年，五六年。没有，这是个问题，这是单纯的，不会乱来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真的很不懂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